好，大家阿弥陀佛。我们在永修精舍举行妙法莲华经的共修会。那么，因为从去年开始，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呢，一直延宕到现在。那么，去年曾经大家暂停了几个月的课程跟活动的过程呢。我们就想到放疫呢，不能放疫。那今年我们又面对台湾疫情的升温，这回呢来得又快又猛，让我们有一些措手不及。很快的，大家又都得暂时放下平常的生活尤其又不能上班、上学无法出门。乃至很多我们常住的课程跟活动呢，也都停止下来。那么大家都宅在家里头，不能出门去，尽量不要出门。那不要出门呢，却是忧心在家。那这样子呢，那么其实对疫情的帮助，当然是有的，因为政府还是呼吁大家不要出门。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我们就在家里头的这段时间，来好好用功的话，相信对疫情的帮助会更大的。一方面呢，能够安顿我们的身心，乃至我们还可以邀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共同的来持诵《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呢，是诸经中王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那这部经典呢，如果透过读诵受持、解说、书写，那么所获得的功德呢，是无限无量的，是无量的功德。那么我们面对疫情，疫情可以说是众恶因缘的汇合，而我们现在呢？就要用众多的善因缘来让这种恶因缘呢，会比较快速的离散，所以呢，我们就会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人，更多更多的佛弟子们都愿意共同的来受持这部诸经中王《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总共有7卷，如果要诵持起来的话，那么等于一个礼拜。可以诵一部，每天诵一卷，每天诵一卷，7天就可以诵一整部下来，能够整部的来受持的话，功德是不可限量的，不仅对自己身心的安顿，对家庭的安顿，对功德的汇集呢，都有很大的帮助，那当然我们还是站在防疫不放疫。并且能够善用这段时间，不要让我们的身心是忧愁的，是担心的，是烦恼的，那就太可惜了。我们把这种烦恼的心转化成在功德上，在道心道业上面的用功，转恶为善，尤其这个时候需要种种的善因缘来汇集，那么也才能够冲淡。恶因缘的汇合，唯有善因缘，是对治防疫，最好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功用啊，当然，除了医学上的之外，那么在心灵上面的，在善恶因缘上面呢，那么用功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9点钟。那么来受持一部《妙法莲华经》的一卷，那7天就能够诵完一整部，那么能够每天每天如是的来用功，那么这样子的功德是不可限量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善用时间，防疫而不放疫，善用防疫的时间来用功那么相信。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很大的一种帮助，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诵持《妙法莲华经》的第一卷，
阿弥陀佛，也祝福大家啊平安、吉祥、健康、快乐，和福平啊，和福安康，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真实意妙法莲花经卷第一，妙法莲花经续品第一，如是我闻已是佛祖王舍城其故觉山中于大比丘宗王和千人居，皆是大罗汉诸肉以及无复烦恼，白得其力尽诸有界，心得自在，其名曰阿罗乔陈罗摩诃迦舍由罗宾罗迦舍揭耶迦舍那提迦舍舍利弗达摩犍连摩诃迦旃耶阿耨罗陀揭毗那迦梵波提尼婆陀毗邻切婆娑婆俱罗摩诃俱迟罗难陀孙陀罗难陀呼罗那弥陀罗尼支须菩提阿难罗侯罗如是众所知是大阿罗汉等故有学无学而前人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于眷属六千人俱罗侯罗母耶输陀罗比丘尼以于眷属俱菩萨摩诃萨八万人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对转皆得陀罗尼要说遍差转不退转法轮供养无量百千诸佛与诸佛说之中的本常为诸佛之说成团以此修身善入佛慧通达大智道与彼岸名称不问无量世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藏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宝藏菩萨遥望菩萨勇士菩萨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月三界菩萨跋陀婆罗菩萨弥勒菩萨宝髻菩萨道士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俱尔时时地欢迎与其眷属尔万殿子俱故有名曰天子不相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与其眷属观天子俱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
于其眷属三万天子居娑婆世界诸梵天王时期大梵光明大梵顿于其眷属万恶千天子居优巴龙王南陀龙王巴南陀龙王娑揭罗龙王和修吉龙王德擦迦龙王阿那波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婆罗龙王等各于罗干百千眷属具有斯金那罗王法金那罗王妙法金那罗王大法金那罗王智法金那罗王各于罗干百千眷属具有斯千达婆王月千达婆王月音千达婆王眉千达婆王眉音千达婆王各于罗干百千眷属具有斯阿修罗王婆智阿修罗王揭罗千陀阿修罗王毗摩智多修阿修罗王罗侯阿修罗王各于罗干百千眷属具有斯迦楼罗王大威德迦楼罗王大圣迦楼罗王大曼迦楼罗王奴役迦楼罗王各于罗干百千眷属具为提悉子阿舍世王于罗干百千眷属具隔离佛祖推坐一面而是世尊四重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诸菩萨说大声经名无量义叫菩萨法佛说护念佛说此经一切叫不着如无量义出三昧身心不动时时天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阿三不上及诸大众不佛世界六种震动而是会众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颠隆耶擦犍那婆阿修罗迦楼罗金那罗摩诃罗揭人非人即诸小王转轮圣王是诸大众得为神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尔是佛法眉间百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密布周边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尼扎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土流去众生流见彼土现在诸佛即闻诸佛所说尽法明见彼诸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诸修行得道者普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行界种种相貌行菩萨他普见诸佛般涅槃者普见诸佛般涅槃后依佛舍利及其宝塔尔时弥勒菩萨作是念今者世尊现身变相一颗因缘而有此瑞今佛世尊如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时当一问谁谁能答着不作此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之旨以纯净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必以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当闻尔时比丘比丘尼
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现作此念，是佛光明神通智相近当闻是。尔时弥勒菩萨于此觉已，有观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总会知心而闻文殊师利，以何因缘而有此瑞神通智相方大光明，遭遇东方万八千度，悉见彼佛国界庄严。于是弥勒菩萨于重宣此意，以及文曰：文殊师利，都是何故眉间白毫，当光普照于曼陀罗、曼殊沙华、旃檀香佛，悦各众心，以是因缘地界严禁而此世界六种震动，十四部众现皆欢喜生意。快乐得为神游，眉间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皆如金色，从阿鼻于上至有听诸世界六道众生生死说去善恶业缘，受报好仇，于此期间有度诸佛，生诸世之言说今天微妙地一起生清净诸。不柔乱音教诸菩萨，无数亿万梵音神妙，令人遥闻各于世界，讲说正法种种因缘，以无量于照明佛法，盖无众生若人照苦，眼老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集若人有苦，成功养佛只求神法，为说缘觉若有有知，种种种心求无上慧，为说尽道文殊师利，我住于此见闻若此即前一世如是众多，今当略说我见彼土恒沙度僧种种因缘，而求佛道，我有心事尽因上不真诸摩尼车去玛瑙金刚诸真奴比车身宝十念于欢喜布施回向佛道，愿得是生三界第一诸佛所叹所有菩萨，四马宝车蓝水花开，宣示不施福见菩萨身肉手诸及其子时，求无上道又见菩萨头目身体，心要施于求佛智慧，文殊师利我见诸王，王一佛说闻无上道，便舍勒土宫殿臣妾地出须发阿毗跋我见菩萨而作比丘，独处现金要诵经典，又见菩萨又梦金经，怒于深山寺为佛道，又见你于常住空闲，身修禅定得无神通，又见菩萨安禅合掌，一切万劫暂住法王，故见菩萨至圣至苦，能闻诸佛闻悉受持，又见佛智定慧具足，以无量语为宗讲法，心要说法化诸菩萨波摩品咒，而其法故又见菩萨寂然眼我天龙恭敬不以为喜，又见菩萨出林放光，及地狱苦林入佛道，又见佛子为常水灭，及西林中请求佛道，又见具戒为一无缺，及怒宝珠以求佛道，又见佛子主人如理，正上满人额马垂大髻，
诸佛侯国皆同一致，明日月灯明时候具足所可说法，初中后善及最后颇为出家时，有八万之一名有一二名善一三名无量一四名报一五名正一六名初一一七名相一八名法一十八万字为得自在歌名四天下是诸王之文福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舍王为一岁出家八大圣一常修梵行皆为法师已于千万佛说之诸善本是十日月灯明波说大圣机明无量一教菩萨法佛说故念说是经已给予大众中皆加福着如意无量一出三昧身心不动是十天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阿三佛上及诸大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阿世会中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天龙夜叉千达婆阿修罗迦楼罗金那罗摩诃罗伽蓝非人及诸小王转轮圣王等是诸大众得为成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二是如来方每见百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弥不周遍如今所见是诸佛土弥勒当知二十会中有二十一菩萨要于天法是诸菩萨见此光明不造佛土得为成有欲知此光所谓因缘是有菩萨明月妙光有八百地只是十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因妙光菩萨所大神起明妙法莲花叫菩萨化佛说护念六十小劫不起于座十会定则一座一处六十小劫身心不动听佛所说为如是情世世中中有有一人若身若心而身邪倦日月灯明佛于六十小劫说是经已给予梵摩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种种而宣此言如来于今日中也当入无余涅槃是有菩萨明月德彰日月灯明佛及受其极高诸比丘是德彰菩萨自当诸佛皓月金身多陀阿揭度阿罗诃三藐三菩陀佛受记一遍于中也入无余涅槃佛灭度后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满八十小劫为人演说日月灯明佛八字皆是妙光妙光教化临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王之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印皆成佛道及最后成佛者明月燃灯八百弟子中有一人皓月求名檀卓利耶虽复读诵中经而不同力多说往事故号求名世人以一种诸善根因缘故得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
仰恭敬尊重禅堂弥勒当知尔时妙光菩萨起于人火我身是也求名不杀戮身是也今见此人于本无意是故为顺今日如来当说得神经明妙化莲花教菩萨化不说护念而是文殊师利于大大众终于重宣此意而所及言我念过去是无量无数天有佛人众春好日月等名时尊严说法度无量众生无数亿菩萨临怒佛智慧佛为出家时说声八王子见大圣出家已虽修梵心是佛说大圣即名无量义于诸大众中而为广分遍佛所赐经义即于法所上加护着三昧名无量义出天于曼陀花天故自然名诸天龙鬼神供养人众尊一切诸佛土即是大乘东佛法眉见光现出西有时持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是一切众生神识也宝处又见诸佛土一种宝庄严琉璃玻璃色是有佛光照即见诸天人龙神也刹中见他及那罗各供养仰起佛，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神色如金山，端严身微妙，如金琉璃中内现真金像，实存在大众，无言身法音，一一诸佛土生闻中无数，因佛光所照，悉见彼大众，或有诸比丘在于山林中，今。净持净戒有如护明珠有见诸菩萨心识人如灯其数如恒沙似有佛光照有见诸菩萨身如出禅定身心即不动以求无上道有见诸菩萨知法即灭相各于其国土说法求佛道而是四部中见日月等佛现大神通力即心皆欢喜各个自相问世事和云愿天人所奉准是从三昧起赞妙光菩萨如为世间言一切所归其能奉持法常如我所说法为如人正知是专记赞叹临妙观欢喜说是法华经满六十小节不弃于此作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悉皆难受持佛说是法华临终欢喜一寻即须时日告于天人众诸法师相依以为汝等说我今于永夜当如于涅槃如一心静静当立于方殷诸佛神男子一皆是一于世尊主持当闻佛如涅槃各个怀悲恼佛灭一何殊神诸法之王安慰无量众我若灭度是汝等无有不识的丈夫萨于五楼时相信义的同大其子当着佛号曰为今生一度无量众
我此言灭度如心尽火灭分不住舍利而起无量他比丘比丘尼即说如何沙悲夫伽金金以求无上道十妙光法十奉持佛法藏八十小劫中王宣法华经十处八万之妙光说开花坚固无上道当前无数法供养诸佛以随顺心达到相继得成佛转次而受尽最后天中天好愿然等佛诸贤之道是度脱无量种十妙光法师是有一弟子心常怀懈怠贪著于名利求名利无厌多有足心家情舍所系双非妄不同理一是因缘故好之为求名一心众善业得见无数佛供养于诸佛随顺心达到具留波罗蜜尽见是实智其后当诸佛号名曰弥勒广度诸众生其数无有量彼佛灭度后懈怠者如是妙光法师者尽者我身是我见等光何灭会如是一时至今佛须说法华经尽香炉本瑞是诸佛方便尽佛方光明诸法实相应，如人尽当持合掌以心待。不当于法语从诸求道者诸求善神若有一会者不当为初断临近无有余妙法莲花经方便遍地二是世尊从三昧暗相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说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经尽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心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名成不闻成就生生为成有法随意所说一句难解舍利弗无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种种比喻妄念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临离诸浊所以者何如来方便之见波罗蜜皆依具诸舍利弗如来之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离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深入无际成就一切未成有法舍利弗如来能种种分别教说诸法言辞柔软悦客众心舍利弗去要言之无量无边为成有法不计成就之舍利弗不去复言说义者何佛说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心如是地如是理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二是世尊于重宣此义而说即言是凶不可量诸天即是人一切众生内无能知否者佛力无所谓解脱诸三昧即佛诸语法无能者量者本从无数佛具诸心诸道增生微妙法难解难可量于无量一切心次诸道义道场得成果我一息之间如是大果报种种心相依我即是方否乃能知是是法不可是言辞相即灭
诸于众生内无有能得解除诸菩萨众心力坚固者，诸佛弟子众曾供养诸佛一切楼已尽诸事最后身，如是诸人等其力所不可，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佛，今此功度量不能彻佛之真是满十方皆如舍利佛，给予诸弟子以满十方刹，今世功度量亦复不能知，彼此佛离之无漏最后身，以满十方皆其数如竹林，此等共一心于一无量界，于此佛时知我能知少分，心法亦不杀供养无数佛，了达诸一趣又能善说法，如刀马诸位充满十方刹，一心一秒之于恒河沙界，现皆供此量不能知佛智，不退诸菩萨即数如恒沙，一心供十求一佛不能知，有高舍离佛无漏不思议，生生微妙法我今已具得，为我之实相十方佛已然，舍离佛当知，诸佛于无异，于佛所说法当生大心力，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告诸声闻众及诸缘觉生，我临托苦佛待得涅槃者，不以方便利，是以三身教众生处处作因之临得处，而是大众中有诸声闻漏尽阿罗汉，阿罗侨生如等千二百人，即发声闻彼之佛经，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各作十念经者十尊，何故因勤称叹方便，而作十念佛所得法甚深难解，有所言说一去难知，一切声闻彼之佛所不能及，佛说一切多以我等已得此法，到于涅槃而今并不只是一说句，而是舍利佛自私重新以此意为了而拜佛也，世尊何因何原因亲身叹诸佛第一方便深深微妙难解之法，我自昔来未曾从我闻如是说，今这四众贤皆有意，唯愿世尊敷衍此事，世尊何故因勤称叹深深微妙难解之法，而是舍利佛于从学此一而说即言，慧日大圣尊就乃说十法，自说得如是理，无为三昧禅定解脱等不可思议法，道场所得法无能法闻者，我亦难可测，亦无能闻者，无闻而自说曾谈所行道，智慧甚微妙，诸佛之说的无漏诸罗汉，祈求涅槃者境界多以忘，佛何故说是祈求缘觉者，比丘比丘尼诸天龙鬼神及千大波等，相视怀有余瞻仰两足春，世事为云何缘，佛为解说与诸声闻众，佛说我第一，我今自语之一或不能了，为是究竟为是说行道，或口说神智和战战阳待，愿诸微妙因是
为卢氏说诸天龙神即数卢恒沙求佛诸菩萨大树有宝有诸万亿国尊论圣王之何转意尽心于文具主道而是佛告舍利佛知之不虚不说若说是是一切世间即诸天即人皆当尽意舍利佛崇拜佛也是转为愿所知为愿所知所以者何是为无数百千万亿阿僧祇众生曾见诸佛诸根蒙利智慧明了闻佛所说者能尽心而是舍利佛于从宣此意而说即也八万无上尊为说愿无虑是会无量中有能尽心者佛复之舍利佛若说是是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尽一正上满比丘将罪于大坑而是世尊从说其言知之不须说我发妙难思诸正上满者闻彼不尽心而是舍利佛从拜佛言世尊为愿说之为愿说之今此会中如我等彼百千万亿世世亦称从佛受化如此人等彼人尽心常夜多说饶矣而是舍利佛于从卷此一而说即无上良主尊愿说第一法我为佛长之为摧分别说是会无量众能尽心此法共以曾实施教化如是等皆以心可长于听受佛语我等前而拜给予求佛者愿为此众故为摧分别说是等闻此法则甚大欢喜而是世尊告舍利佛如以引亲三七七得不说如今谛听三十年时不当为如分别解说说此语是会中有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无千人等即从浊涕离佛而退所以者何慈悲罪根深重即真善满为德为德为真为真有如此事是亦不住世尊默然而不知之而是佛告舍利佛我今此从无复之业尊有真实舍利佛如是真善满人推一家一路金山天当为如说舍利佛言为难时尊愿要欲闻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诸佛如来实乃说之如有贪薄化是一现而舍利佛如等当心佛子所说言不虚妄舍利佛诸佛虽以说法以去难解说义者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以语言此言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说能解唯有诸佛乃能者之说义者诸佛世尊为一以大事因缘故足见于是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为一以大事因缘故足见于是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见识得清净故出现于是于是众生佛之持见故出现于是于令众生无佛之见故出现于是于令众生如佛之见道故出现于是舍利佛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是佛告舍利佛
诸佛如来当教化菩萨，足有所作，常为一事，为一佛知之见识，无众生舍利佛，如来当以一佛身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身。罗尔罗三舍利佛，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舍利佛。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言说诸法。十法皆为一佛身故，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子舍利佛。未来诸佛当初于世，以一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言说诸法。十法皆为一佛身故，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子舍利佛。现在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中，诸佛世尊多所饶益，安乐众生是诸佛以一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持，而为众生言说诸法。十法皆为一佛身故，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子舍利佛。是诸佛当教化菩萨，于一佛知之见识众生故，于一佛知之见无众生故，于令众生如佛知之见故，舍利佛，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于身心所作，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利而为说法。舍利佛，如此皆为得一佛身，一切种子故。舍利佛，十方世界众生无二身，何况有三舍利佛。诸佛出于无作而是，作为解作烦恼作，众生作见作名作，如是舍利佛。解作乱世众生垢中，浅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诸佛以方便利于一佛身分别说三舍利佛。若我弟子自为阿罗汉，辟支佛者，不闻不知诸佛如来当教化菩萨是，此非佛弟子，非阿罗汉，非辟支佛，有舍利佛。是诸比丘比丘尼自为已得阿罗汉，是最后生究竟涅槃，遍布不知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慈悲皆是真善满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是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除佛灭度后，先见无佛，所以者何？佛灭度后，如是等经受持读诵，皆以这是人难得。若欲与佛于此法中便得觉了舍利佛，汝等当以信心接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身，为一佛身而是世尊，于从玄持意而说偈言：比丘比丘尼，有坏尘沙满，有婆塞我慢，有婆夷不信，如是之众等，其数有五千，不自见其过，于皆有缺漏，故悉其瑕疵，是消之一处。种种之照看，佛为得故，去死人先福德，不堪受施法。此中无知也，唯有诸真实舍利佛善听诸佛说的法，无量方便利而为众生说，众生心所念，种种所行道，若感诸于心，现是善恶业。佛起之时，以一诸愿比喻，
言辞方便利令一切欢喜，或说修陀罗揭陀即本师，本身为成有一说于因缘，一于病之也有菩提舍提，顿根要效法但着于生死，于诸无量佛不信生妙道，从苦所恼乱为说说涅槃，我舍十方便令得如佛为。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说说是为之故。今正是其时，决定说大圣，我此就不发随顺众生说，汝大圣为本，以故说实际。有佛此心经柔软以离根，无量诸佛说恩心生妙道，为此诸佛子说是大神机。我即如是人来世成佛道，一生心念佛就持经戒，故此等闻得佛大喜从变身，佛之必信心，故为说大神。神闻罗菩萨闻我说说法，乃至于一即皆成佛无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神法，无恶亦无善，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之引导于众生，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为此一时时于恶者非策，终不以小身嫉妒于众生，佛自诸大身如其所我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自证无上道，大圣平等法，罗一小神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多浅谈，只是为不可。若人心归佛，如来不起狂，亦无贪嫉，亦断诸法中恶，无佛于十方而度无所谓。我以香严是光明照世间，无量众所尊为说是相应，舍利佛当知我本地誓愿，于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如我其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如佛道，若我与众生尽教以佛道，无知者错乱迷惑不受教，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见着于无欲，痴爱故神恼，以诸于因缘，最多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受胎之为心，时时常征战，我得少妇人，终苦所逼迫，如邪见丑吝，若有若无的，以至此诸见具足六十二，身着虚妄法，见受不可舍。我慢自清高，残取心不识，于千万一切不闻佛名字，亦不闻正法，如是人难度。是故舍利佛，我为舍方便，说诸尽苦道，是之一涅槃。为虽说涅槃，是亦非真灭，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佛自心道义，来世的作佛，我有方便离开是善神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今此诸大乘皆应出一惑，诸佛于无一，唯一无二身，过去无数劫，无量灭度佛，百千万亿众，其数不可量。如是诸世尊，从中缘比喻，无数方便利言说诸法相，是诸世尊等皆说一圣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有诸大神住之一切世间，天人群身内身心之所欲，本以一方便诸先第一义，
若有众生累知诸过去佛若闻法布施，或此皆忍辱精进禅智等种种修福慧，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诸佛灭度后，若人善乱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诸佛灭度以供养舍利车，其万亿种他金银及钵璃车具与玛瑙玫瑰琉璃珠清净光严石中教于诸他，或有其石庙赞叹及沉睡无名金玉钗砖瓦泥土等，若于旷野中即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携具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能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可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或以其宝城头饰十百通，白蜡几千细铁木及淤泥，或以教其不厌世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才华作佛像，白布庄严像，自作若十人皆已成佛道。乃至同时悉若草木及壁，或以之爪伽而化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皆积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当化诸菩萨度脱无量种，若能于他妙宝相及化相，以化相梵盖尽心而供养，若是人卓越，金箍垂脚背，小弟清空后，琵琶老同胞，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我以欢喜心各拜诵佛道，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若人善乱心，乃至一化供养于化相，渐渐无数法。若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乃至具一手或呼啸地藏，一持供养相，渐渐无量宝，自成无上道光，度无数众，如闻于涅槃，如心情火灭。若人善乱心，如于他庙中，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于诸过去佛在世或灭后，若有闻是法，皆一称佛道。未来诸世佛，其数无有量，是诸如来等以方便说法，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如佛无漏智。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故与临众生一同得此道。未来世诸佛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身。诸佛量诸尊，知法常无性，佛宗从缘起，是故说一声，此法诸法为世间相藏处，于道场之一，当时方便说，天人所供养，现在是方佛，其数如恒沙，出现于世间，安稳众生，故以说如是法。知地以即灭，以方便离故，虽是种种道，其实为佛身。知众生诸心，身心之所念，过去所起业，于心尽尽力，即诸根离顿，以种种因缘譬喻一言辞，随因方便说尽，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我以智慧力知众生心愿，方便说诸法皆令得欢喜，舍利弗当时，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如生死现道，相续苦不断，身着于无欲，如牦牛爱喂，以贪爱自闭，盲民无所见，不求大事，佛给予断苦
化，身如诸邪见，以故于舍故，为是众生故，而其大悲心，我是作道参观书以进行，于三七日从此为如是事，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众生诸根顿作乐痴说嘛，如此智等类云何而可度，而是诸梵王及诸天地是护持四天王及大自在天，并于诸天中眷属百千万恭敬合掌礼请我转法轮，我即自是为罗丹瞻佛身，众生莫再苦，不能行十法，不法不行故，罪于三恶道。我宁不说法，即入于涅槃。寻念过去佛说心方便利，我即所得道，因应说善身。作自是为是，十方佛界现，梵音为于我，善哉是迦文。第一知道是舍是无上法，随诸一切佛而用方便利，我等一切得最妙第一法，为诸众生类分别说善身，少知要小法，不自性作法，是故以方便分别说诸过，虽不说善身，但为教菩萨，舍利佛当知，我愿生是知，身经微妙应称南无诸佛，复作如是念，我出作尔时，如诸佛所说，我亦随顺。此为是时已即去波罗奈，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宣，以方便利故，为无比就说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印记，以阿罗汉法身草别名，从九缘劫来暂时涅槃法，生死苦永尽，我参如是说，舍利佛当知，我见佛知等知，求佛道者无量千万亿，现以恭敬心，皆来知佛说，曾闻中我闻旁边说说法，我即作十念，如来说一处，为说佛会故，今真是其事，舍利佛当知，顿根小之人，着相较慢者，不能行十法，今我昔无畏于诸菩萨众，真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不舍闻是法，以往皆已出，千二百罗汉心已当着佛，庐山是诸佛说法之一时，我今亦如是说无分别法，诸佛心出世宣愿之于难，真是出于世说是法佛难，无量无数皆闻是法已难，能听是法者世人亦不难，譬如有昙花一切皆爱乐，天人说稀有是实难以出，闻法欢喜赞，乃至法一言，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世人生起有过于有昙花，汝等无有以我为诸法王，不告诸大众，但以一声道教化诸菩萨，无声闻弟子，汝等舍利佛声闻及菩萨，当知是妙法，诸佛之密要，以无作而是，但要作诸愿，如是等众生终不求佛道，当来时二人闻佛说一声，迷惑不清，说破法多而道，有惭愧请听，只求佛道者，当为如是等光正一声道，舍利佛当知，诸佛法如是一万亿方便，随意而说法，岂不系学者不能教了此，汝等其意知诸佛是知识，
时，随意方便时，无佛住因果，心生大欢喜，此之当作佛。妙法莲华经卷第一，离婆离婆第九和求和第，波罗尼第尼和那第，毗尼尼第，摩诃切第，真尼切第，萨婆诃。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波罗尼地尼和拉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林切地萨婆诃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波罗尼地尼和拉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林切地萨婆诃Oh,